亲嘴不露腰，那我们要干嘛？带上他，去站人那边，随便做些动作。去啊！哎，拍东西要另外算钱呢。很多客人都有特殊癖好，只要付足钱，我们都马上遵照去做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你先坐，我跟你解释啊，解释清楚啊。那是因为抢劫银行那个手枪上面刚好就是沈莹和他的指纹，而且他又刚好需要那个3000万。唉，我跟你讲啊，小妹妹，我在那边谢谢你协助警方办案，而且呢，你也让我厘清了他犯罪的动机啊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一定搞错了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小妹妹，也许我们搞错了，但是哈，这要交给检察官去判断的。我跟你讲啊。小妹妹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交朋友一定要睁大眼睛。如果这个案子涉及到你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前途啊一辈子就完了，知不知道？绝对不会让你们冤枉银河姐姐的。嗯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！好狗不挡路，看招！你敢袭警，把他关到拘留室去。不知天高地厚，大白痴，终于好好上你课了、啊。讨厌呢！你听着，我有重要事找你商量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一句话，我帮你找沈莹河，怎么样？来，看一下行不行？刘雅瑜跟蓝玉梨达成协议，合作寻找沈莹河。两人同意暂时停战，直至找到沈银河为止。嗯，就这样。嗯，来签字画押，不要啰嗦啊！拜托，帮我保守秘密，不要让我爸爸知道。没问题的啦。那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去所有有可能找到沈银河的地方收集线索。嗯，沈银河平时喜欢做些什么？不知道哎。怎么了？我见过沈银河，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不是啊，那女孩子她很特别，我怎么会知道她是个援交妹啊？要不是你，早就找到她了。我会负上全部责任。干嘛？沈银河，西街那么多援交女郎，每一位都年轻貌美，我哪记得那么多啊？那你见过米其林没有？对不起，姚一哥，我记起来了，是那个纯情笑骨笑可爱吧？他很厉害啊，都不用睡觉，一天可以接20几个客人，赚好几万块钱呢。不过他受欢迎是应该的，他的功夫还真不错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也和他开心过啊。啊，你。你情我愿，我也是付出真金白银的。他高兴都来不及了，他还叫我有空出来找他出来 happy。你还说？你们是哪个年代的人呐、啊？我劝你们，认着我，刘雅瑜，出了名老土的人。我不管现在流行什么，只要我看不顺眼，我就……你最好给我当心点。走。是什么？男人啊，明白了吗？走吧。啊，纯情少妇小可爱，是神仙转世，我爱死她了。声音很甜，我终于她喊我名字了。原来她这么开放啊。
天使魔鬼混合体，要命要命啊！我要来修了！Hello， 你知道里面那一个不是沈银河？我知道的，比你多很多，而且我有绝对的把握，我会比你先找到沈银河的。所以说呢，第一回合，行望领先。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哎，嚣张什么？你又是什么人啊？你不认识西街二人王有雅鱼吗？雅鱼哥，对不起啦。废话少说，赶快回答问题。我真的没有看过他。行望找你干什么？一五一十，原原本本说出来。嗯，知道知道。我是今天下午接到他的电话。我啊，亲亲嘴，搂搂腰，陪吃陪玩陪逛街，一小时800元。那你如果要上酒店的话，就要另外计算。那么不亲嘴，不搂腰，不吃饭，不逛街，只上酒店，10000元，成不成？10000元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什么时候啊？在哪里等？马上。本以为财色兼收，不过事事又岂有两全其美。不搂腰，那我拿干嘛？带什么？去站在那边，随便做些动作。去啊！我现在究竟要做什么啊？哎，拍东西要另外算钱呢。人都有特殊癖好，只要付足钱，我们都马会遵照去做。沈银河，你这个贱人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这贱，你到底有多少钱才敢收手？放开我！我又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，你就是太多男人了，现在才会说不认识我。疯子，两个都是疯子，哼！哎，真可怜，有没有怎么样？你说，他在打你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沈银河？有啊，他还把我当成是他哎。他把头发染成金色，对吧？嗯，对。秦望，真聪明。什么？什么？有意思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秦望根本不是在跟那个金毛玩变态游戏，而是在利用里面那个效果38，把它装成沈一河的模样，再引诱金毛出来。